方才韩云明明是想救我们，你却偷袭他，如此忘恩负义，实在禽兽不如。若曦，别说了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我和你曾经发生过什么，从你刺我这一剑起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你走吧，别让我再遇到你，否则绝不留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剑刺伤他会感到心痛？为什么看到他冷漠无情的样子会觉得难过？师父不是说我和他生死对决是两败俱伤吗？为何公孙若曦却说是他救了我？我究竟是怎么了？当初生死对决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必须弄清楚。这里很危险，你离远一点，我去帮大头。可是你伤得很重。我们一起杀了这畜生。
小心。